今天还买了一筷子肉，又买了这些豆卷，今天咱就做一个豆卷肉丝拌面。葱花都切好了，一来再切一点生姜，肉切成肉丝，这么多肉，趁今天就搁这些肉往下切，吃美。豆角也切成丝，这个豆角是我提前造的水子，不是熟了吗？对。辣椒、花椒放进去，炸小后老吃了。生姜放进去，肉也放进去。肉泡几点盐水，给里面加一点料酒，给里面加一点肉，给里面加上豆瓣酱，豆角倒进来。给里面放些盐，给里面加一点水，加一点水叫美味，要不然这豆角就不进味儿。每一口的豆角味儿就进去，调调味儿。整一排荤菜。折起来，好人都羡慕你这个面。地面，地面切面也是一样的，但是我总盖着地和这面吃还香。那饭饭在哪？上次香，在这里盖吃一碗。两分的追求。大几岁就都回来了。这个，进去。来，过来。一个了吗？有。奶奶够不够？真香。想娃多吃了，爷爷爱吃了，这一叫红爷爷厉害。吃，给爷爷呼噜噜噜噜，咦，呼噜啊，嗯。我把那泡饭吃。要面汤给我，要碗汤，够了吗？对。吃面活汤，好呀！那些虾不吃一吃一坨，那些鱼吃一点点。